我又回到校园，我就是担心那个曾茂谦那个家伙带领着这个班级会一飞冲天。老师不是这么好当的。早。早。米宝，你不要只顾着念书，要记得三餐要照吃。功课虽然重要，但身体健康更重要，营养一定要均衡啊！不要紧张，静观其变。好啦，我都已经高三了，这些我都知道。哎，你们赶快回家啦！哪有都已经高三了，还让爸爸妈妈送上学的？不行，我已经错过很多送你上学的机会了，我要补一点回来。米宝，你就是做样子，满足一下你爸爸。嗯，好了，看他们这个样子，应该是问题都解决了。圆满收场，真的是太好。老师早。早。嗨 ，Gina， 跟老公和好，不离婚啦。朱酱，不好意思让你费心了啊。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哪有像你这样当闺蜜？妈，你跟米老师。我们是高中同学，我们可是好闺蜜哦。原来哦，难怪你们感情看起来这么好。老师，请问侯姐姐是不是已经到学校了？她一早就来学校练球了。有什么事吗？哦，她东西忘了，我给她送过来。反正认真一点呢。不要到时候受伤，还要我可怜你们。开始，花下运球。等一下练上篮，现在好好暖身。侯老板，等一下。妈，这样到时候打比赛怎么办呢？看我跟流川枫还有球星是不是啊？侯姐姐，你还要去比赛？侯老板，等一下。你这个臭小子！竟然敢骗我！小心，侯宝宝，有话好好说，不要动手。哥，你先不要打大猩猩了。我在教训我儿子，你们不要插手。怎么样？去。还好吗？爸，你打我就算了，碰我朋友干嘛？你现在竟然还敢顶嘴啊！不要打字。郑老师，郑老师，郑老师，侯爸爸，如果我有办法让子杰的成绩提升到他想自由选什么科系就选什么科系，你会继续让他练球吗？那至于他大学要念什么，可以等学测完填完意愿表，我们再来讨论，你觉得怎么样？郑老师，对不起哦。你之前不是就用你自己的教职去打赌子杰，这次模拟考数学可以考了70分，结果呢，他一样搞砸了。我记得我说过的话，我会为我的教职负责。那这次我会找更厉害的老师，让他考完学测。该不会要找师傅吧？我现在要去找校长。我也去。这群孩子怎么会一脸杀气的样子？你们不要再为难校长了。要离开是我自己的决定，但是我永远以当过高三一班的班长为荣。我又回到校园，我就是担心那个曾茂谦那个家伙带领着这个班级会一飞冲天。老师不是这么好当的。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 ，TVBS 42台《机智校园生活》必胜高三生。